哇，好了，大家都在等呢哦。你看一下我们九爷哦，别你看 ，Netflix 呢，哦，啊，联名款呢，没有啦，这是以前 Netflix 送三宝的那个礼物啦。好，等一下哦，我们等一下就要出发了哦，啊，出来放个屎尿哦。哦，好，放屎尿，哦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好，准备散步哦，来，好呀，准备哦，来，有请好呀，好呀，要上桥了，来，来，来，车上的好呀，有还是困个饱，来，多多先下去，多多下去，哎。来，多多吧，多多先下去了。来，来，好雅倩，好雅倩，有请虎爷上轿。哦，你看，多 Netflix 的红金，哦，多么喜气！出发前呢，先接受所有记者会的关注啊，哦，大家都要拍照啊，哦。今天初三，人比较多。啊。好，去吃熊的啊！待会我们再出发啊！来来来来，大年初三哦，刚刚看呢，24度啦。但是呢，我觉得那个 iPhone 骗我，我今天蛮冷的，啊，所以呢，大年初三今天还是带他们来果园这边将他送哦，啊，这补啊哦，我对了小年夜空啊，今嘛连搬家都要补啊，哈哈哈哈哈。已经一颗已经被割回家煮了，超甜哦，我妈种的这个补啊真的有够甜。然后呢，这边大概就长这样了，哦，就很敷衍的介绍哟。然后呢，今天是初三哦，南宫车上困个罢了哦。今天呢，大家有没有睡饱呢？我跟你们讲，我们的九九睡得非常饱，大大的个钟啊，一下你哎，你在搞人拍啥？隔壁果园的狗啦，啊，他们有的时候呢，公狗就这样，就会有自己的地盘哦。比如说这一块是我们的果园，他可能来到了我们果园的地方呢，大大的没送哦。多多有的时候也会，这个就是公狗的地域性，哎呦。难得看到有猫哦，哦，啊，现在，哎呦，多多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哦，他棒赛呢不好看，我就不放大，但是我们可以在远方帮多多加油，哦，希望不会对他造成有莫名的压力。多多加油，多多加油，多多加油，多多加油！啊，这个呢不只是帮多多加油啦，哦，已经初三了，也在为各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加油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再过没多久就要收假了哦，时间过足紧了哦。长大年初二呢，哦，回到娘家，然后看到老婆，看到小孩了。然后呢，明天大年初四我也不在，明天我要去台南，我要把老婆小孩接回家了。啊，所以呢，对我来讲，今天是我最后的一个年假的假期，因为明天小孩要回家了啊，我没有办法再这样子，自由自在的大口呼吸了大概就是如此啦。啊，不过呢也好喔，要印那个顾伯款嘛写凶啦喔。喔，大概是如此啦。明天就是最后，所以这其实今年的过年对我来讲呢，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。喔，因为从我有结婚以来呢，其实我结婚喔，我过年其实基本上我也不大，我去朋友家也不能去太久，因为我有的时候我老婆可能不喜欢去，或者是觉得好无聊，她想要回家，或者是甚至呢她就是后来就不去。我就会说喔，妈，时间到了，那我要走了，大概就这样子。不会待太久，但是最近喔，今年的过年不一样，老婆小孩不在家。喔，可以跟朋友一直聊天喔，那种感觉真的别拜。但是呢，今天就最后一天了哦，今天最后一天，明天呢，老婆小孩就回来了，我的年假就也算是结束了，初四，哦，到初四结四，啊，今天阴天呢，啊，在不开灯的房间呢，是没有看到孟文蔚，但是你会看到我吗？哦，你看他现在就在这里，很认真的在
其实也不知道有没有在认真呢、啊，他可能只是装个样子，可能感觉有镜头，他的那个偶像包袱呢比较大，哦，觉得说有镜头在拍呢，还是要讲 game 赢，哦，假装在忙，那种感觉就像呢，你在公司明明就没什么事干，但是呢，主管来了还是要假装打开报表，或者是打开什么呢？明明那里面都没有什么东西，但是还是要装一下。好、哦，这个我相信大家都是过来人哦，应该清楚我在讲什么。啊，就是安尼啦，啊、哦，人生就是安尼，有很多的假动作，啊、哦，这是很正常。哎呦，小乔加油，小乔吼、哦，你棒赛节棒节赛头前够一堆小虫你要飞呢，哦，有一种那种大雪纷飞的感觉呢，哦，这个是天然的特效。我这边有很多只小虫在那边飞，哦，天然特效袂歹。来啊，我妈哦。每天来就是安尼顺顺凹凹的，哎、嗯，啊那有收成就收成，啊没收成的是安尼凹凹，就在那边乱折乱折，不然就是拿东西乱种，然后就乱种一堆东西，然后就乱长一堆东西，包括说这两根甘蔗，三根，他说他吃一吃把甘蔗丢下去而已，他就长出来了。真正有这好康，我过年前我妈两千块，伊到今嘛嘛无买我两万块，啊，因为他还没有种出来，啊，哎呦。林金大哦，标准动作啦。这最近这几天呢，出来走村的人蛮多的啊。因为过年哦，其实我们平常之前有讲嘛，疫情关系呢，我们乡下基本上是没什么人。最近这几天哦，可能店里面呢，再加上有打磨扭蛋哦，只是下午呢人就是蛮多的。所以我们刚刚在出发前呢，就客人蛮多的，所以你们在片头有看到，就是他们三只上车以后呢，有稍微举办了一个小型的记者会，哦，让大家呢可以拍一下三只狗坐在车上的样子。那这个光景呢，其实在早几年呢、哦，其实不要说是过年啊，就是一些连假或假日呢，都很常发生。但是因为最近疫情的关系，这一两年呢都没什么客人，所以就是就刚刚来讲呢，有点感动。好、哦，就是好久没有看到这么多人来给他们拍照了。虽然说呢，在最近的这一两年呢，我们也没有尽量的让他们在媒体上曝光，就是包括说一些广告的邀约或者是一些媒体的采访啊什么之类的呢，我们几乎还有一些公开活动，哦、我们都推掉。原因很简单，第一，九九老了；第二呢，我好像有讲过，虽然听起来有点臭屁，但是不是我说的是非常非常实在的一句话，不是在臭屁，是我不想要让他们太红这件事情、哦。我记得我之前好像有跟各位分享过很多次，原因很简单，是因为他们其实呢，我们人类给他一个，就是因为我们的操作，所以变成他们很幸运的红了。哦，就是因为九九可能吃猪耳朵，或者是翻白眼，或者是大大在咬爸爸啦，或什么之类的影片呢，让他们爆红，然后让大家关注到我们，我们也有缘分哦。大家因为这种关系呢，变成了朋友，不管是认不认识，或者是你认识我，我或许不认识你，但是很多的网友呢，或者是很多的朋友到店里都还是会跟我们打个招呼，大家像朋友一样。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、很美丽的缘分。但是到后面这几年呢，其实因为九九年纪大的关系也有，第二是我们自己也觉得说，好了，他们也够了，哦，他们已经有红过，这样我觉得人生这样就好了。我们并不要求说十全十美，一定要从头到尾都是这种样子。他们应该要过他们想过的生活，而且他们应该要有他们自己过生活的权利，而不是一昧的只是为了要服务人类，哦，或者是满足我们人类的一些，因为我自己是他的主人啊。所以我自己知道呢，我以前也红过，哦，虽然现在呢已经不红了，现在已经沦为三流的那种喜剧演员，哦，或者是那种下流的那种那个叫什么谐星，哦，但是呢，我知道那种感觉，就是他们红，在红的过程，其实非常非常多人呢会就是想要来看他们啊，然后他们就会很累啊，他们就会可能没有办法休息，没有办法像现在这样子，哦，可以出来外面自己就是有每天都有散步的时间，他们可能有的时候每天都在睡觉，为什么？太累了。那我觉得这不应该不是他们该拥有的狗生哦，他被我们养到呢，他们应该要有自己的想要的生活哦，所以呢，最近这两三年呢，我们开始渐渐的让他们淡出了，包括说网络圈啊跟什么，我虽然说我每天还是会做网络上的影片的分享哦，包括说他们的生活啊，他们的像现在的这种散步的影片，但是呢，基本上就是分享。
好，我们也没有说想要就是哗众取宠说，说大家想看什么呢？大大休息，我就故意要一直拍。其实说真的，拍大大休息呢，一开始真的是好玩，后面大家很想看，但是说真的，也不是说没招了，只是说呢，我觉得我如果一直拍下去啊，第一大家会腻，第二呢，大大可能会精神崩溃，啊，因为就是闹他玩嘛。啊，如果呢，就是为了想要点阅率的话，我一直这样子每天让他休息，每天让他崩溃的话，他可能有一天他脑袋都已经不是很灵光了，有一天他可能真的会有精神病哦。所以呢，为了他好，我们就是尽量生活这样子就好了，简简单单的就好了。虽然说现在我们的怎么点阅率也不会像以前那么高，然后呢收视率也不会有那么高，但是没关系，我觉得呢我还是持续的在做这件事情哦。我有跟各位分享过，就是我是在记录一个时间。我想要跟各位分享的是一个态度，好，就是呢，我就算你继续想一件事情，今天我们连环炮有芒果已经不红了，好，就算有一天，或者是甚至我们没有红过，我可能还是会持续的在做这些事情，原因就是因为我想要把他们留在这些画面里面，哦，因为我常常讲，有一天他们会走，有一天他们会不在，所以呢，每天多做一点点记录。你看，你去想，我今天又分享了一个几年前他多多跟大大在那边打架，在那边跳爱情恰恰的画面，那个是多么瘦的时候。你自己再回头看一下，眼睛嘛变形了喏，变形瞎宽啊。所以呢，其实呢，我一直很鼓励大家啦，手机拿起来呢，随时都可以做记录。不管你有小孩，你有毛孩啊，都可以做一些记录，甚至你的家人哦。我的手机里面有很多相簿，包括我爸妈的哦。我那天呢，也有跟我爸妈分享，就是我记录他们从我回狱警到现在的，基本上蛮多，好几千张的那个照片跟影片呢，都在里面。这些都是一个非常非常精华的东西，因为时间不等人嘛。有的时候呢，你都会回想一下啊，我十年前我在干嘛？但是呢，你就想，如果十年前你有做一个随手录影，哪怕只是几秒钟的影片，你的回头现在回头去看呢，都弥足珍贵。哦，那我觉得时间就是这么好玩。那加上呢，现在的科技哦。其实只要有心，有一个态度呢，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为你身边所有重要的人事物呢做一些记录，这个是一件很棒很美丽的事情。好，跟你们分享啦。啊，今天大年初三呢，啊，还是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身心健康，哦，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啊。好啦，那我们要回家吼，天气小快寒，这今麦咧烤一烘哦，刚才我今天有穿外套，好，走啦，回家啦。哇，舅舅感动咧，他在陪我妈咧，啊，他在陪我妈。啊，那个戴伊哦，你在吗？我在。啊，舅舅，你给妈妈在哈，啊，你给妈妈在啊，我在大大跟多多就好了，这样比较不会那么挤。来看。哦，喜气洋洋哦。好，舅舅上车了，来，大哥，上来，来，我们分开坐哈。哎呦，是吧？